我看那时候他们的热情要比现在不晓得高几倍哦。哦，那个时候你看，像郑南榕啊，像那个江宜桦，哦，都会，他们都会，就说牺牲没有关系。现在台独分子找不到这样的人了，哦，所以如果他们真的愿意为台独而死的话，他们应该自动请缨到 IS 那边去受训。哦，我去受训，然后回来。周一到周五晚上7:30，新闻深喉咙，有多深挖多深。